大家好，我是宅中佩，我是安娜琳。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款中二病拯救世界的游戏。这一款呢是一款满满日本制作的纯正日系漫画风格游戏，据说会让人瞬间进入二次元的世界哦。到底怎么回事呢？赶快来看看吧。热酷科技旗下热门手游《中二病拯救世界》是由日本知名制作人与日本著名游戏美术制作公司 Mugen Up 共同开发的二次元剧情系手游大作，更请来丁宫理惠、内田真理与佐藤莉奈等知名声优为角色配音演出。游戏中玩家将与超过500种个性鲜明的式神成为伙伴，每个式神都有独特技能大招，玩家可因应敌人自由搭配组成最强阵容。在游戏玩法上采用全即时战斗玩法，玩家可随时释放角色技能，透过一定的连击顺序还可以获得超强的连击 buff。 中二病拯救世界有别于以往的手游，本作独创的动漫剧情式引导游戏让玩家们主宰自己的命运，创造属于自己的二次元世界。喜爱日系动漫的玩家们可千万别错过这款日系手游大作咯。